在 quarantine， 所以呢，所有食物都会放在我们的门口外面，然后我们自己去拿。通常我们的晚餐呢就是这样啦。吃完了过后，我们就直接放到我们的门口外面就可以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在我的韩国宿舍，我已经吃完了我的东西，比较精神，可以带大家一下，来个 room tour， OK？ 我们进来了。它左手边呢，它就有一个鞋柜这样的东西，其实它是蛮完善的啦，它设备哦，这也是一个插头哦，然后呢，这个是那个 for 地板的温器，然后这个是 for aircon， 那么 aircon 你当然是可以长期开着啦 ，OK， 但我不建议，因为这是很冷，然后这是它的灯。其实还有两张桌子，它这间房是两个人睡的，可是就我一个人睡呀、啊。现在因为我们 quarantine， 所以你看到它全部衣柜都很大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我的外面它是怎样的。所以它的对面呢是一个男宿舍，然后这里也是可以看到日落的地方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冲完凉了啦，准备睡觉了，因为明天早上呢9:30我们需要去做那个 PCR test。在马来西亚也是有做过了才来，可是我们来的这一天就其实第一天就要做了，可是因为这里是星期日，所以我们需要等到星期一，所以就要做多一次 PCR test 哦。它是这样子捅进去我的喉咙，其实我已经想要吐了，第一次就是把它捅喉咙，然后我们再捅多一次鼻孔的时候是吗？它是直接这样缩进去，然后这样挖。然后很粗鲁，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就没有这样高了 ，OK， 就可能就到这里。所以全部人种完都是流完眼泪样子的。其实韩国现在这里是夏天，可是我会觉得很冷，整个房间我连空气，就空调 aircon 都没有开啊，可是还是感觉到很凉爽啊，很冷一下，就不会像马来西亚这样闷热哦。刚刚晚餐呢，他们又再送多一瓶水来啦，所以呢，他可能一天是两瓶啊，所以就还好，可能明天可以喝个一半这样，然后又再等他们送另外一支水来。OK， 我真的是不够那个插头，因为我只带了两个来，所以我只能这样子做，很危险，我觉得。就我现在在准备着 register 我的 course。刚刚吃完我的早餐啦，首先是在看这奥运会，然后他们呢，如果你在你的门口外面呢，给一杯一个瓶子的话，是会给你一杯热水的。说不管今天是什么节日，他们就 order 了炸鸡给我们吃，还有可乐，还有一些酱，还有一些饭吧，我也不确定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在韩国呢，他们的那个垃圾分类呢，应该是非常好，因为我们只能用他们给的指定垃圾袋来丢我们的日常生活垃圾。所以我现在就来给大家看是怎样的。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，OK。然后，它上面写的韩文呢，我翻译过，这些就是他们垃圾的 rules。然后这个就是讲它的这个垃圾啦，有十厘的可以放。所以你可以看它旁边是一个 code 的嘞。因为目前还在 quarantine 着，所以我们不能有接触，所以垃圾呢就直接放在门口外面，他们就会来收了的。刚刚还
已经送了一份炸鸡来，然后现在又有多一份食物，好丰富啊！这里，我真是要变肥婆啊！我要去，还没吃到去。我总觉得呢，他们是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，这样在这隔离。因为，我就有讲过，我今天，有时候我觉得很饿 ，then 就很像吃晚餐过后八点多这样很饿 ，then 昨天他们就送了那个炸鸡来，然后我是吃到很饱。OK， 在这个炸鸡之前，我也是有跟我朋友 complain 就讲，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给牛肉比较多，就很少给鸡肉。然后他们又送炸鸡，晚餐又是那个鸡肉，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可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。